你好。小鸡，你叫什么名字呀？啊，叫郭沫啊。你要我跟你走吗？郭沫，等等我。神奇鸡仔第一个故事，郭沫的诞生。这里是春光明媚的萤火农场，听说萤火农场今天要迎来新的小朋友，要不要一起去看看呢？
什么？一直躲在蛋壳里面呢？原来是外面漆黑的世界，在小鸡看来很恐怖呢。没关系的，小鸡。小鸡终于来到了外面的世界，农场迎来了可爱的新家伙呢。可爱的小鸡，你叫什么名字啊？哥莫。啊，叫哥莫呀。你好，哥莫。哥莫，哥莫，哥莫。第二个故事，我的朋友沃米。哇，今天的太阳好像格外温暖呢。呀，是郭沫，郭沫你好。
善良的郭某打算要放走小蚯蚓。小石头玩看着很孤独，怎么办呢？终于有朋友了，朋友的名字叫沃米。你好啊，沃米。神奇鸡仔第三个故事。
城市里来的小鸡豆豆。据说今天有位客人要从遥远的城市来，究竟是谁呢？Yeah.
公母，你在找什么呢？哇，好漂亮的玻璃珠啊！拍呀拍呀！好像要带豆豆去看什么东西。哥哥的新朋友豆豆，天上的星星一闪一闪的，也在欢迎豆豆的到来呢。神奇鸡仔第四个故事，大胃王乌巴。今天的天气真好，郭母约了朋友们一起去春游。豆豆小心啊！好险呐！好好吃的野餐，香香的味道不断地飘向远方。你是谁？他在掏什么？天哪，那是什么？
试吧。果子才追过来的呀。小鸭子和郭沫成为朋友了，小鸭子的名字叫五八。你好，五八。神奇鸡仔第五个故事，有趣的涂鸦。今天郭沫和小朋友们在一起画画，要不要来看一下大家都在画什么呢？
彩虹，五百，你真棒！能给我们画其他更好看的画吗？画了，豆豆，你要画什么？哈哈，忘记画上窝米了窝米也开始画画了哎呀窝米突然变大了最后终于轮到郭沫了郭沫要画什么呢妈妈波米还要擦掉涂鸦真辛苦呢
哎呀，妈妈波米也偷偷地在墙上涂鸦呢。嘘，要对戈莫保密哦。神奇鸡仔第六个故事，大树哭了。高莫和朋友们拿着小风车在树下奔跑玩耍，好玩吗，孩子们？哇，树上挂着好多好吃的果子啊。好，我们来摘果子吧。没事吧，乌巴？哇，豆豆做了个高跷呢。咦，这次是做了跷跷板呢？这次是气球。啊哈，是想利用气球把窝米带到树上啊。这次可一定要摘到果子才行。窝米被风吹走了。好，还好。豆豆，你拿石头做什么呀？哟呵，终于摘到果子了。这是什么声音？
郭沫醒来看到了梦中痛哭的大树，一下子跑到大树前。大树应该真的很疼吧。郭沫拍着拍着居然睡着了。因为郭沫拍了大树，大树的伤全都好了。大树给睡梦中发冷颤抖的郭沫送了一个小礼物。树的伤全都好了，郭沫开心地跳了起来。郭沫和大树一起来拍呀拍呀。神奇鸡仔第七个故事，爸爸大力。深夜，郭沫和窝咪睡得正香。嗯，是谁呀？给郭沫送了个礼物就走了。爸爸。爸爸。昨晚来的是爸爸大力呀。爸爸大力不管刮风下雨，都会在高高的山坡上守护着波米和郭沫。
像用力过度了。公母找到了吗？咦，玩具到底掉落在哪儿了呢？好像走到森林深处了。哇，爸爸大力来救郭沫了。勇猛的大力赶走了大灰狼。郭沫现在没事了，快从蛋壳里出来吧。郭沫好像还不知道大力是自己的爸爸呢。想亲近胆小的郭沫，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呢。这样一看，大力和郭沫的机关长得一模一样呢。爸爸，郭沫终于认出了自己的爸爸。郭沫是爸爸。爸爸。
郭沫和大力终于相逢了，今天大力的背影看起来格外帅气。大力，谢谢你守护萤火农场。神奇鸡仔第八个故事，五把和萤火虫。豆豆在树下等朋友们。五把呢？哎呦，五把，你的眼睛怎么了？第二天，这次是长了一个包。又一天过去了。哎呀，五八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拍呀！五八，你是出什么事了吗？因为窗户长蘑菇，整个屋子都变暗了，所以磕到了呢。这是找我。不知不觉，太阳要下山了。哇，漂亮的萤火虫们为了寻找花朵都来到了乌巴的家里。是想要抓更多的萤火虫来照亮乌巴的家呀。哇，好亮啊！萤火虫灯终于完成了。
哎呀，乌巴被卡在瓶子里出不来了。就会变小吧，乌巴，加油！耶，终于出来了。这个萤火虫们好像也想从瓶子里出来。火虫们，火虫们又重新回来，照亮了乌巴的家。谢谢萤火虫们。